我们今天早晨看到刘素云传给我一封短信，他姐姐往生了，预知时至，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，走得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往生前几分钟还说说笑笑，说走就走，啊，上品上身呐、啊！不是凡人的，极乐世界菩萨到这儿来给我们表演的，给我们实现的。一生当中受尽了折磨，受尽了苦难啊，菩萨为我们表演的，这些折磨苦难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做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他什么样的折磨苦难，不怨天不尤人，心平气和啊，全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啊，他那样的潇洒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并不稀奇啊，这一招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。此时此处啊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什么处所？啊，无住我识啊！啊，住我从哪里来的？从见惑来的见住。你把这个世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了，这叫见处啊，因见就生烦恼啊，引起烦恼住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讲时代不好啊，无着力的时代是借助，借是讲时代。为什么不好？众生见解错误，思想错误，这样造成的。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救度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先前真的发若魔墙啊，好人少啊，坏人多啊，善人少啊，恶人多啊。啊，恶的力量强大了啊，所以善人受人欺负
啊，刘素云的姐姐一辈子委屈、忍辱，啊，受了多少苦难，没过好，过好日子。临终这走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做善人还是有善报。啊，吃亏上当，受尽折磨，这都不在乎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上上品往生。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啊，这是真善知识。